一定啊！啊，在内部内面哦，有补品，啊嘛，我平常时啊，你算的遐石头，还佫有一项，是我去年哦，才你拍袂回得标的古董，啊，就是淡薄仔心意啦。希望局长你莫气嫌啊。这若是进前，我要伫请伊的时阵，一个高山送我在内部来巴结我，我拢袂感觉意外。但是即马，我已经有检调单位调查，官司一大堆，连议会遐看我妈即马一个朋友，即马拢咪甲走无路。高山颠倒伫这个时阵上你旧门，这到底是得什么算盘嘞？李亮啊，啊你遐拢唔讲话，是你怀疑我今日来拜访你的生意是？嘿嘿嘿，无啦无啦，哎，高档的嘛，无需要这么客气啦。哎，是讲哦，咱大家拢翘翘人嘛。啊，讲话哦，无需要咧当官世界啦。你今仔上礼来借问下，还是有啥物指教？嘿嘿嘿嘿嘿嘿，一定果然哦，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目色相较好诶。我高山佩服，既然大家拢是翘翘人，那呢哦，我话就破白来讲啊，一定啊，啊你怎样这样落票？啊我的生意阁受到遐尼大的影响，这罪魁祸首就是杨丽妍，哈哈，这不是做名片的，敢不需要你过来提醒啊？你先卖着急，我今仔日哦，唔是来拍拉凉的啦，我是想要哦，甲你请问一下。啊！杨丽妍的真相杂志下出这篇报道，把咱两个动作是过度鸟气。啊，敢讲你安尼就要准拄煞，家己要承认输？啊，无咧，输就输啊！啊，敢讲你到这时还唔甘愿？无唔对，虽然讲哦，咱是输啊，但是还袂输到底，随时要变盘啊！嘛唔是无可能啊！哦，啊无你讲看卖是变哪变？出绝招！啊？即卖遐个记者写个报道，拢是根据《杨丽妍的真相》杂志内面写个内容，啊，都来认定局长你贪赃枉法。啊，假使讲伊写个内容内面的证据。是假，是伊家己捏造的。古董的嘛，咧爱讲笑。啊，十字写的明明是真的，这咱大家拢知啊。是啊，真相是安怎？你知，我嘛知。但是其他人咧，敢有人会当完全确定讲迄个内容拢是真实的，无掺半句白话？哦。所以你意思是，要甲真呢，甲变作假？你果然是政坛的老先生，我甲你点一下，你就通啊！啊！听你讲起来，你敢那真有把握嘛？啊，应该是拢计划好啊，啊，不来讲看卖。我是有一个想法啦，不过即马还佫差一个人哦。来引起社会大众的议论，一定我甲你请教一下哦。假使讲这件代志哦，你若真正是去玩弄的，那呢，你安怎做？你安尼甲想啦，啊，就因为哦一篇乌白写的报道，啊，害你一世英名拢乌有去，大家拢看你无起，人人拢想要甲你踢落水，你敢会感觉真委屈？真想要吐血，真想要爬去高原的所在，甲跳落来，用死证明家己的清白。原来你讲的绝招，是要作我的命？你要叫我自杀了？不是自杀啦，局长！啊，我讲的话哦，你拢听无清楚。我是讲用死
来证明家己的清白。哦，虽然讲哦，安尼是博真大，啊，毋过人咧讲，虚假为大。你若是安尼做，媒体方向就会转变，大家就会同情你。那呢，你的名声就当保掉的。啊，佮，遐会去互你连累的。会去让你牵拖出来的人，还佮有垃圾袋，嘛拢会当保条的啊！这算盘你甲叠叠的吼，做算的好个呢。哎，我想讲啊，高档这翘翘的人，今仔要甲我报什么高明的教唆？结果就是要逼我死了啊！有影啦，我若死啊！所有的证据都会对我代理托人，到时就死无对证，恁大家都拢安全了嘛？啊！我只是提出一个吼对大家拢好的方法，啊，你若是无愿意哦，我也袂当甲你勉强。哎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李长哦，你应该嘛真清楚，甲你有利害关系遮个人啊。每一人身躯边至少拢有几啊十个兄弟咧靠因食穿的，啊！即摆你出代志，害因遭受着损失，因敢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放你煞？敢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放你厝内的人煞？因这人啊，真够无良心的！大家哦。靠我安尼查风票吼，靠我点，唔知道已经赚偌济啊！囡仔，你竟然叫我做一款绝招啊！迄嘛拢是你食剩的，我唔叫当哦，加减啊啉一嘴啊汤嘞。啊，反倒倒来讲，因为我遮摕偌济政治现金，迄《真相》杂志内面。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啊咧！你是要创啊？我咧写遗书诶！你是读过册人，还佫做过律师，文笔一定真好啊！这份遗书，你一定。爱写较精彩、较委屈的，上个重要的是爱写出杨丽媛利用媒体杀人，安尼哦，大家才会同情你，知无？真正爱我死的了，到最后哦，你死会成还死袂成，迄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啊。这份遗书，你要用你的血甲目屎落去写，和社会大众对你做伙流目屎，替你感到委屈，安尼就对啊。你这世人哦，要真正赢，行到最后，也是想要凄惨落魄，拢看这张纸。Opa!